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李菲菲。请问您今年多大？我今年32岁。你的孩子今年几岁？我的孩子今年3岁。你奶奶今年多大年纪？我的奶奶今年80岁。你多高？我1米65。你多重？我54公斤。请问你的教练怎么样？啊，我的教练很帅。哇哦，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他是男的。你要找这样的男朋友吗？没有，我已经结婚了。再见。再见。